可能常人很多就是一个行业就做了一生了，那我三个行业跳动在还不算宗教方面领域，所以我就常说，我现在的心态都跟70岁的心态似的，看破很多事情，看破很多。今日冇人唔识李连杰，但系大家睇到嘅佢有几多仍然只不过系镜头前嘅功夫明星。当时佢处于生死嘅边缘，从此彻底改变咗佢对生命嘅睇法。你看看这么大的海洋，这个生命真是最不可以测量它的大小的。我们可以说人的肉体这么渺小，其实讲的是肉体，但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的大小是无法估量的。翻到片场，已经再不是以前只是懂得打的影星。在10年前，他已经知道权力和金钱因为在那个时候就遇见一位西藏的老师，他就劝我不要去放下工作专心去学习，他认为生命本身就是学习。笃信藏传佛教，但是亦明白知足者富、强行者有志的道家智慧，不急躁，不自满，一步一步实现理想。如果有人认为他是华人，只不过是他历程的一部分。